我是真正言顺的未婚妻，那你要看看你有没有资格说这话。难道你有吗？他伤得很重。别碰我！不确定，你到底有什么可以不确定的？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骂他！别看你是我侄子，我不会跟你留任何芥蒂。有所于叔侄两人之间，我与雨儿火，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要是你。 我会尽快做出选择的。